祝贺创造营的全体学员圆满毕业。海有说不完的话，风随着我们出发，把笑和泪都留下，留在这一年。我坐的那个位置是跟我们团的小伙伴大家一起汲取的力量，很棒，才那么幸福。关于面包和理想，能够站在舞台上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尝试，万一试一下的话那就一点机会。就这样出发，再见吧，和我一样匆忙的人啊，你们的歌声在遥远的路上轻轻微笑。跳绝好，活力满满。时间会回答成长，成长会回答梦想，梦想会回答生活，生活回答你我的模样。创可少女真的可以，江湖会回答河流，河流会回答浪潮，一起跃入人海，做一朵滚烫的浪花。那我宣布江真宇的名次是九，好吉利啊。我只是一个不爱说，但是我也是一个勇敢的女孩，我也有我的任性，我也有我坚持我努力的方向，今后还有更多的机会给大家展现更多不一样的我，也希望我能够用舞台说话，让各位支持我的人不要辜负你们对我的期待。随着我们出发，我相信只要我站在那里，就能让所有的故乡。这明天的风沙，有太多孤单无人回响，你是否和我一样带着倔强不投降。那就这样出发，再见吧，和我一样匆忙的人啊，你们的歌声在深夜的梦里轻轻回响。成长，成长会回答梦想，梦想会回答生活，生活回答你我的模样。海洋会回答江湖，江湖会回答河流，河流会回答浪潮，一起跃入人海，做一朵温柔。因为一张你的照片就可以夸你夸到上天，也可以因为一张不知道怎么就夸出一张很丑的照片，就相当于给你定了死刑夸一套。都很爱漂亮，但是颜值不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看到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，而不是通过一张照片或者是一些别的东西，所以就希望自己能够更努力的去做。生活回答你我的模样，海洋
他特别优秀的姐妹们说，我们是一群敢做梦也敢担当的人，千万不要因为什么样的结果而灰心而气馁。我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机会在等待着更好的我们。然后特别想谢谢所有的创始人们，今后的每一段旅程希望都能跟你们一起走呀。放下。